财务管理需要记住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规则是，交易二元期权失败是在所难免的，你不能保证自己的交易万无一失，但是你能做的是学着如何管理你的财务，使得风险最小化，这样一来您就可以成功更多次。在本章中，您将了解如何降低风险，使自己成功的机会最大化。您将了解什么是小型和大型投资风险，以及如何管理您的投资。